来到新屋区永安渔港，可别忘了到一旁的绿色走廊体验一下自行车风情。这段总长4公里的自行车道可是全家人从事户外活动的最佳首选，在海风的吹拂之下，穿梭于凉爽的树林当中，不必和汽机车来争道，只要尽情地享受专属的树林，让美丽的景观洗涤一下身心。除此之外，绿色隧道还有步道系统、木栈平台、眺望休憩凉亭以及景观解说等等的设施，民众若是骑乘骑累了，也能够在完善的设备当中来休憩，可以说是绿色走廊当中最贴心的礼物。